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实时情报信息，以便乌克兰能够迅速应对俄罗斯采取的潜在行动。报道指出，美方所提供的共享情报信息包括显示俄罗斯武装部队是否正在向乌克兰边境移动的图像。如果及时分享这一信息，将使乌克兰能够提前阻止可能遭遇的袭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情报部门已经为乌克兰方面提供了大量信息，不过也有美国官员担忧，让乌克兰获得这些信息可能会导致乌方率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